排鸟的。
收购过来的房地产，收购成功的地方其实是很多地方，对吧？地产什么什么的，有很多施工，有新规新制的什么地方，然后也打花了几百亿，后来什么什么，然后这里反映出这套这一套时代的。早知道唔係唔開得工㗎啦，睇你。